这是啥？青团呀，你看，需不需要我帮忙啊？不用不用，你们去溜达溜达吧。真的不用吗？不用不用。哇，什么东西那么香？青团。哎哎哎哎，不准动，是一个很烫的。什么时候开饭？嗯，马上了。嗯，你做真香。是吗？以前来过这里吗？应该是小的时候吧，不过已经记得不是很清楚了。要不是我妈告诉我，我都不知道咱们两个老家是一个地方。你想表达什么？有缘啊，有缘千里来相会。你知道下一句是什么？是吗？这你都不知道，无缘对面也白费啊。好意思的梗哦。有意思有意思。去前面看看吧。哎，小伙子，你会下棋吗？会一点。要不来一盘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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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客气，来来来，来。小伙子，行吗？我试试。今天你赢了，吃什么喝什么随便拿。好啊，来吧。当头炮。出去。行。没讲没讲。原来象棋你也会下。琴棋书画都会一点。小伙子真聪明啊。那是。将你的军，哎，老魏，你呢？上个马撇他的炮呀！哎呀，你光会说，你跟他来，哎，不来了，不来了，不来了，不玩了。哎呦，你这个人输了请客吗？请客就请客，吃什么喝什么自己拿。要喝什么自己拿。嗯，想喝什么？最上排那个，这个不是左边的。那我就拿一瓶味全美人 C 吧。不拿点，我没那么小气的。没事，就这个吧。小伙子，再来一盘。来啊！我玩了40年的牌，能输给你这个小伙子？来啊！给我看看。这拍的什么呀？把我拍这么丑。找亮点，有亮点的。你听，有人在弹吉他，是个小孩哎。
弹得好好听啊，弹吉他的人都很帅。爱上你就像牛奶爱上了面包，天生就一对，遇见了再甩不掉，这种搭配不多不少，甜蜜的刚刚好，你的笑是幸福专属配方，回忆发酵，烘焙独特味道，能不能好不好作为永远的依靠。你怎么跟那小男孩说的，把人家吉他给抢过来了？我就给了他20块钱，让他去吃碗面，他就给我了。没想到你除了会下象棋还会弹吉他。嗯，跟我们队之前一个替补学的，他们家就是像这样子的水箱，10几年前我们还去他家玩过，还下过这样的河抓鱼呢。你们一共有几个替补啊？3个，中途走了一个，还剩2个。那他们有机会上场比赛吗？其实没有，本来想等他们技术再好一点也帮他们创一个战队，没想到我们先解散了。那你们解散了他们呢？没有联系。你心里肯定很想他们吧？你再唱一首歌呗。做好准备，深深呼吸，想要带你爬到山顶，陪你看最美的夜景，想逗你开心。哇，一起走，一起走，再远也不会忧愁，牵着手，牵着手，带你去宇宙遨游，给你所有最好的，轻轻说声 I love you。一起走，一起走，把你拥抱在怀中，牵着手，牵着手，我会陪伴你左右。时间定格这一刻，轻轻对你说 I love you。谢谢。要不然我们现在回去吧，出来也挺久的了。你先回去吧，我一会儿再回去。为什么？我怕长辈们误会。再说了，我还得去换吉他。行，那我先回去了。